是不是有很多人看上了我这个洗衣服的小盆儿？它其实是一个套盆儿，有大中小三个尺寸，小号用来洗脸，中号用来洗内衣内裤，大号的我用来洗衣服，两边带有提手，拿取也比较方便，盆体还是加深的。这种简约风无论家里什么风格都不会显得乱，配了一个挂钩，叠放收纳一点儿也不占空间。